法日也可以现身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操！让我摸清他是什么来头，连雷电神符也吃下去了，他什么都不怕。那我爷爷会不会有事啊？你放心，只要解除你爷爷体内的化学成分，他就会安息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四面八方显神灵，七星明灯引失路。